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报警。不要！这是你欠我的，我要你还我。有消息了，对不对？ 喂，仲谋，立刻回来。怎么了？刚才有人来电话，说彤彤在他们手上，要你准备1000万美金去赎人。报警了没有？你先回来。绑匪说，如果报警就撕票，我们不能冲动。1000万而已，我们给得起。就是因为我们给得起，绑匪才敢这样要挟你。这是纵容。彤彤被绑架了，把电话给我，我来说。 如果我们妥协，那岂不是以后谁都敢要挟我厉仲谋？马上报警！彤彤被谁绑架了？他们要多少钱？是有人打过来电话，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查证。他们都打电话要钱了，还查证什么？你会给他们钱的，对不对？彤彤的命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，对不对？彤彤现在在他们手上，万一他们打他、欺负他怎么办？ 不会，他们只要你的钱，不是要他的命。你会去赎他的，对不对？厉仲谋，你说话呀！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报警。不要！如果报警，彤彤的生命就会受到危险。给他们钱吧，你有钱的，钱是身外之物，没有什么比彤彤更重要。给他们钱吧，你是有钱人，给他们钱吧。有钱也不能这样给。 否则以后谁都可以管我厉仲谋要钱。难道你不要彤彤了？那你费尽心思打赢官司又是为了什么？他是你儿子，他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你没有感情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被我说中了，对不对？彤彤果然是你报复我的工具。 就算我厉仲谋再冷酷、再无情，我也不会利用自己的儿子。好，你果然是以利益为重。你不救，我救。这是你欠我的，我要你还我。 这张支票，你再也没有资格见到彤彤。我需要彤彤平安。喂，立刻报警，彤彤被绑架了。还有，找人追踪电话来源，我待会儿把电话记录传给他。要不要我找朋友帮忙？不要，立刻封锁彤彤失踪的消息，不准让任何媒体报道。还有，找人上我监视，我要这个消息封锁得干干净净。好，我立刻就办。 Thank you.